比赛继续的进行。不过坦白讲，蜂王今天是最难过的一关，因为他面对了投手班尼欧，他们要打得不是很顺。对对，最难过的一关。当然有这种企图心是很好。这个球呢打成了一个界外打击的是二棒的郑达宏。换另外一个角度，新农牛队虽然近期啊真的战绩很低迷，而且连败，而且这个整个状况都不好啊，教练团更换之后也没有改善的一个现象，但是总是不希望人家在面前呢，真的是抛下蜂王的彩带。这个球打得蛮扎实的，左外手过去 ，nice catch， 漂亮漂亮。罗代奇这个球接得漂亮，虽然是在细雨当中，我呢还是最后把这个球呢给接进了手套当中。其实打得很好哈，都很扎实。第一棒张建敏，还有第二棒的郑达宏，都打得很扎实，有掌握到啊。是，不过这时候呢。于是已经加大的一个状况，